青岛，顾名思义，绿色的岛屿。习惯上，中国人爱把黄河比作一条盘旋入海的巨龙，而青岛就坐落在这条巨龙的龙头位置。然而，就是在这个繁华的都市，在市中心，却有这样一个地方，它宛如处子，清幽静谧。这里就是八大关。八大关坐落在青岛市的中心地带，在20世纪20年代。青岛市规划占山特别区域时，修筑了八条以中国著名关隘命名的道路，它们分别是山海关、嘉峪关、武胜关、宁武关、居庸关、韶关、紫荆关、正阳关。于是这一片街区便被称为八大关。后来又增建了两条，函谷关、临淮关，但是人们习惯上仍将这一片街区称之为八大关。走进八大关，不用看路牌，只要看一看路边种的是什么植物，甚至只要闻到花香，就可以知道是走在哪一关上了。有一位老人对八大关的一草一木再熟悉不过了，他就是卢海老先生。卢老先生今年74岁了，50年前卢先生就开始关注八大关的风物，并为八大关著书立说。卢先生关注八大关，关注八大关的建筑植物。退休后，卢老先生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对老街、对老建筑的研究上，著书26部，发表文章达数百万字。由于年事已高，卢老基本不参与户外活动了，但是每周卢老都要抽出时间来到八大关来逛，而且热情地向来八大关的游客讲解八大关。红色的、黄色的，非常漂亮的，那地下啊都是红叶、黄叶。哎呀，我树上呢，只要提到八大关，卢老就会如数家珍。八大关的绿化呢，刚才看到占到了90%，啊，并且呢，它有全国唯一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一条马路有一种不同的青岛树，啊，你像临淮关路是红柏，啊，这个紫荆关路呢是雪松，啊，你像韶关路是碧桃，那非常漂亮。宁武关路是海棠，另外你像啊，这个在旁边的这个正阳关路它是紫薇，啊，你像居庸关路呢是银杏，所以八大关每一条马路有它本身的特色，就在全国其他城市。这些植物组成了八大关一道特殊的景致，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采。春天，韶关路碧桃盛开；夏天，宁武关花香宜人；秋天，居庸关杏叶飘飘；冬天，紫荆关依然葱茏。
植物装点了街道，街道承载了植物，街道与植物和谐地交融在一起。更为特别的是，在八大关的树木掩映间，还有一栋一栋的小楼。这些小楼大都是独门独户，建筑风格各异，包括了东西方各个时期不同建筑流派的作品。这座古堡式的建筑被称作花石楼，它是一座具有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哥特式建筑，又融进了希腊和罗马的建筑风格。由于它通体都是由经仔细雕琢的花岗石修砌而成，所以被称为花石楼。主体共分五层，而楼门台阶旁的花岗石石尊既可以用来栽花，又可以在晚间点火做照明用具，可见设计者的匠心独具。登上花石楼，顶层是观景台，在这里既可以眺望大海，又可以遥观整个青岛市的风光。因为花石楼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来八大关的游客必须要登临的。而另一座小楼却是因为一个故事让人流连，这就是公主楼。传说它是参考了安徒生童话中的意境设计的，造型如梦如幻。丹麦公主楼，1931年的时候呢，丹麦造了一条豪华的客轮叫欧亨尼奥号，它到远东来，那么丹麦的王子呢就乘着这一条船呢来到青岛。丹麦王子来到青岛后，既被这里旖旎的风光吸引，委托丹麦总领事在这里修建起了公主楼。遗憾的是，楼修好了，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公主没能来到八大关，公主楼无言，只把无限的想象留给了我们。幻想中那个长发飘飘的王子骑着白马在大海上踏浪而来，那个公主，那个温柔善良的公主会怎样来迎接王子呢？公主楼无言，只把想象留给了我们。虽然丹麦的公主没有来，但是有一位公主却要出嫁了。由于八大关依山傍海的风光，由于它风格多样的建筑，吸引着青岛市以至整个山东省的新娘们都要来到这里留下他们新婚的纪念照。他叫彭健，熟悉彭健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花心的人，而彭健自己却认为这是对他的称赞，因为彭健不仅爱花，还爱好一切美的事物。八大关的景色也给新人带来了很多可以放松的地方，比如说它有这种绿荫道，有不同特色的街景，不同的建筑，这些特色让很多新人在这种环境当中，他可以自由的发挥，可以尽情的享受。那我们摄影师可以在这种环境当中，可以抓拍他最美丽的瞬间，可以把这个最真实的感情和浪漫的这感觉都可以凝露到镜头当中，记录下他们最美好的这瞬间。彭健认为披着婚纱的新娘是最美丽的，而八大关的山海花建筑也是美丽的，于是彭健把这两个美丽结合起来，为近千对新人留下了新婚的纪念照片。新人给我带来一种，就是一种融洽，就是他从他们当中我体验到了一种非常浪漫的一种感觉，让我和他们回到了过去，回到了甜蜜的时刻，我自己越发变得年轻了。
人们喜爱八大关，人们流连在八大关，在这里闻一闻花香，看一看建筑，或者猜一猜那些神秘的传说。那么这些建筑都是谁留下的？这些植物又是谁最先栽种的？要追溯八大关的历史，就不能不提栈桥，因为100余年前地图上还没有青岛这个城市。100年之前，这里不过是一片荒芜的海滩。1892年，当时的清朝政府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为了装卸军用物资，在海湾修建了码头，这就是今天的栈桥。从此，这片荒芜的海滩有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青岛。在上世纪初期至20-30年代，许多军政要员、富商大贾都在青岛置业购地，开始了对青岛的第一轮大规模建设。由于湛山地处太平湾畔，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于是许多富商纷纷在这里投资，建置下自己的庄园，然后开山修路，把别墅与外界沟通，使生活与大海相连。后来，不知哪位建设者灵机一动，把这些连接外部世界热闹繁华的小路与著名的关隘结合起来，于是这一片区域就有了八大关这一称谓。山海关路9号曾经是美国商会会长亚当斯修建的，后来成为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官科克上将的官邸。嘉峪关路6号美国领事馆。山海关路13号时任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的私宅。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八大关的有英国、挪威等多个国家的领事馆，还有函谷关路上的亚细亚石油公司、武胜关路的宝龙洋行等大型商社。由于这些政界要员、商界名流，一道道关乎青岛发展的政令由八大关传出，一步步影响青岛经济的决策在这里做出。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青岛迅速由一个封闭的海滩成为一个国际化海洋城市，与上海、天津并列，人们习惯地称为上青天。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和八大关是密切相关的。在八大关居住的不仅有政界要员、商界名流，八大关的清幽静谧还吸引来了许多文化大师在这里驻足。这座别墅是由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谭淑珍亲自修建的。谭淑珍的专业就是建筑设计，业余爱好音乐，对小提琴非常有造诣。有意思的是，让谭先生赖以出名的却是他的业余爱好音乐。他是中国最早的音乐教育家、小提琴演奏家、制作家，而八大关永远记住了谭先生的真正绝技。谭先生学贯中西，这座小楼充分融合了东西方的建筑特点，既有东方式的前出厦，又有西方的花篮围墙。特别是这所小院，在浓密的花印下，
弹奏一曲，悠悠的琴声会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除了谭淑珍先生，在八大关驻足的文化大师还有许多。谁会想得到，这座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住宅里，曾经居住过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文化巨匠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从1931年起便来到青岛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师。学校把这所住宅分配给他做宿舍。可与生性喜静的沈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在八大关散步。八大关的寂静给大师的思想带来空灵。一直到后来，沈先生的文中还经常回忆起在八大关看到的场景。沈从文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已从叙述自身的经历转向关心社会和人生，追求和描绘理想的人性，题材也有了新的拓展。这些作品的发表一举奠定了他世界级大师的地位。沈先生说，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目的机会便多了些。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沈先生看到的大海就是汇泉海湾，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一片海域宽广平坦，沙软浪小，自然而然成为喜欢大海的人们最乐意畅游的地方。人们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空气、沙滩、海风这些大自然无私的馈赠，体味夏日海滨无穷的魅力。山海关路连接起汇泉湾与太平角，共同组成了八大关风景区。坐落在汇泉湾畔的这座小楼，曾是中国最早的航海俱乐部会址。早在19世纪末，帆船爱好者们就聚集在八大关，组建起了航海俱乐部。帆船运动很快在青岛普及，所以2008年奥运会的帆船比赛选择在青岛举办是有历史渊源的。海陶冶了人的情趣，海荡涤了人的性格。被海水浸染的青岛人热情开朗，积极乐观。开阔的心态迎来四面八方的宾客，也从容地接收着中外不同的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不仅在八大关留下了这些风格迥异的建筑，而且中国人和外国人还组成了中西合璧的家庭。他叫史冠新，青岛大学汉语言学院的副院长教授，他娶了一位德国太太，中国名字叫吉娜。中西合璧的结晶就是这个小家伙德龙。德是吉娜的国籍，而龙是中国的象征，合在一起
就是有道德的龙。那么他是从德国来的，那种德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应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都是应该是东西文化这种碰撞啊，有时候这个摩擦有时候确实有。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像这个咱们说这个晚上在外边这应酬了吃饭了什么的，尤其有时候很多时候是实际上真是工作，目前来看还是就是因为工作所以没有办法。当然我也努力争取更多的时间嘛，其他时间能够补偿一下，但是到目前为止做的确实不太好。以后再努力哈，以后再努力。尽管生活习惯有些许不同，但是吉娜还是喜欢上了这里，特别是中国功夫。每天吉娜都要到平台上来呼吸呼吸大海的气息，练一套中国式的拳脚。这个我觉得非常满意。我在德国，因为刚才说了我没有这种考海的条件，我这个很享受。但是德国慕尼，老家是德国慕尼黑，那个地方没离海比较远。虽然我的老家也很美，但是这边就非常有特色。史教授夫妇业余时间经常会来到八大关走走，因为史教授喜欢这里安静的氛围。而路旁的这些充满欧陆风情的建筑，使吉娜有了回到故土的感觉。八大关虽然魅力无限，但是毕竟已经走过了百年风雨，建筑也同人一样，总会有老去的一天。八大关的许多建筑已达到了设计寿命，如何保留这些老建筑，使八大关的风貌不因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呢？因为我们市委市政府和我们社会各界的重视，这里边整体上八大关的保护是非常好的。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吧，因为年久失修，使这些建筑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破烂不堪。那么因此呢，我们市的领导就非常重视，在2002年的时候就交给我们集团一个任务，把它修复起来。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啊，可以说我们首先组织了一个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一个专家一个咨询团，对我们列于第一批修缮计划的每一栋建筑都进行认真的研究论证，提出修缮的方案。在论证的过程中，大家得出了这么一个共同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比如说外墙，很多外墙因为斑驳破了以后啊，这个很多建筑物呢已经由原来那个墙面变成现在的一种磨平的墙面，那么我们都把它恢复到原来的一种我们青岛人叫颠逛逛的一种技术，就是这个墙面都是带尖的，把它拉毛拉出来的那么一种墙面，这个都恢复起来了。还有壁炉的恢复，那么它这个壁炉呢，应该说因为各种原因已经被因为这破坏了，只剩了那么一个残留那么一个方框。那么我们又通过资料找出这个壁炉原来的形状和样式。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又请了在四方机场青岛请了一个老的师傅，还是用过去那种翻砂的工艺，把照那个院模样把它翻砂出来了，又把它安上了，结果效果非常的好。经过修葺的老建筑仍然保持着固有的风貌，不但是八大关古朴依然，还为八大关增添了新的气息。正阳关路36号，这里曾经是著名的钱庄，也就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如今它已经成为示范幼儿园。我们幼儿园是56年的历史，那么当时主建就在八大关，而且也就是这个教学楼作为我们的孩子学习生活的一个场所。当时这个院子里非常漂亮，到处都是这个苏门，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松树啊，包括门前呢还有一些玉兰树、桂花树，
还有一些果树，那么这些树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我都没有给它破坏，而且我觉得院子里凡是最美的地方，我尽量的去把它保护好，因为它体现了整个八大关的一种风情。袁贝妮是幼儿园的普通老师，袁老师工作在八大关，对于八大关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我小时候我记得就是在八大关一进门的地方有很多高高的那像杨树似的，爸爸妈妈就经常带着我们在那个小树林里照相啊，一起游玩，小伙伴也经常在那一起游玩，就是给人感觉就是有海有树还有很多漂亮的小路。后来上学啊，然后最后又到这儿来工作了，进入到这个美的环境里边来。那我们这儿作为一名老师吧，我就能在这里面工作啊，也很自豪。我觉得就像一个童话的王国一样，在这里面。每天袁老师都会带着孩子们到八大关走走，潜移默化之中，袁老师把自己对于八大关的深情传递给了孩子们。我觉得这个作为孩子来说嘛，不是那个教育即生活嘛，其实生活中的这个环境对孩子的教育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就是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比他们关在那个小小的教室里面受到的这个开阔的视野，受到的教育往往会更多更多的。那我们秋天到了的时候，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捡小，到八大关里面来捡那个小巷子，然后有时候来捉小虫子，还有拾落叶，各种各样的落叶，孩子们就有时候发现有像扇子的，有像小针的，还有的像大手掌的，他们在这里面就是在玩乐的这种当中，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觉得比在教室里那种书本的教育更开阔了视野，增加了乐趣。9点啦，建筑、植物、人文共同组成了八大关，让八大关成为一方独特的景观。2005年，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一批建筑学权威和知名作家、摄影家评选出中国最美的5个街区，其中就包括八大关。因为八大关它在青岛呢占着一个特殊的地位，它有建筑和自然的方面的特色，另外呢也有人文方面的特色。这个八大关呢，应该说是我们青岛市啊一张非常漂亮的一张名片了。八大关是青岛的一个最美的地方。如果按人文景观来讲，八大关是首屈一指的。我觉得就像一个童话的王国一样，在这里面。这就是八大关。美丽，宁静。